现在演的这个节目啊，啊，有很多都是演员自己创造的。是啊，能写。哦，过去呀、啊，艺人呢、啊，你像相声这一行啊，多是街头艺人，可不是吗？撂土地，哎，没有上舞台的，没有多大学问，是吗？不会写字儿，哎，解放以后，学文化，是学政治，哎，不但人翻身，艺术也翻身了，是吗？啊，现在曲艺界里边也有了作家，作家不简单呢、啊。嗯嗯、啊，没有，我们这里头哪有作家呀？有，谁呀、啊？我，你啊，你不就是一个演员吗？嗯，不仅是演员，还是作家。你说这我倒没注意，没注意。嗯，我净在家里坐着。哦，家里坐着呀？啊，你就这么个作家呀？我正在家里坐着呢。您得说要正在家里头写着呢。啊，写着呢。哎，写作嘛。哎，写作啊！哦，今天是有这个条件，是吗？你要过去哪行？过去一人，啊，天桥，撂土地，可不是吗？累一天，嗯，挣这俩钱儿，也不够买两颗白菜的，收入啊就那么少，就是。哎，你后来有些人上剧场了，哎，剧场也分不了多少钱，那一定是生意不太好啊。生意不错，客满。总是满座，既然要是客满，我们的收入就多呀。收入不多，怎么？买票的主少。怎么？买票的主少？哎，规矩人、老实人买票。嗯，是那有钱有势力的，那都不买票，竟是摇头票。什么叫摇头票啊？那这剧场里不是查票吗？啊，是啊。到时候下去查票，先生，嗯、您这有票吗？嗯，你看他这劲儿。一翻眼，哦，一摇头，怎么完了？这是怎么意思呢？这说明他有势力，不买票。怎么连句话他都不说呀？他不说还好，他一说你更倒霉了。怎么？他说话？嗯，先生，您这有票吗？嗯嗯，全是我带来的，全是他带来的。就拿手这么一指啊，这一大片都不买票了。那就全白听了，那年头就这样。嘿，您说那年月没有穷人的活路，这还是说我们这一代，哎，比我们更老的那一代更倒霉了。怎么？你像刘宝全呢、啊、白云鹏啊、金万昌啊，嗯，那些老前辈，他们赶上帝制时代，是有皇上的时候，有皇上时候。嗯，那年头名演员呢进宫当皇差。对呀、啊、给皇上家唱去。是啊啊，特别是那个西太后，哎，给他唱去。对，今儿要是瞧你不高兴，一句话就把你发了。发了发了。那么演员犯什么罪了？什么叫犯什么罪？瞧你长得别扭。哦，这就给发了。哎，这什么样啊？黑了估计的，发了。发这玩意儿就发了。你还甭说皇上家，嗯，你就说做大官的家里头，嗯，他家有喜寿事，教堂会把艺人叫到家里去唱。是，进门先得问什么字儿，啊，有不许说的字儿可别说。哦，这叫什么忌字儿？哎，忌讳。哦，忌讳。哎，老爷的名字那个叫官讳，那能说吗？不能说。哦，不能说。忌讳嘛。哦，有什么死啊、亡啊、杀呀、啊、寡呀、啊，这个字都不吉祥，不许说。啊，这也不能说。哎，你这说相声的就难了。难了，说相声、嗯、拿谁逗哏呢？是啊，拿自己开玩笑吧。也就那样了。这回咱们俩说点相声。好了。啊，说不好啊。哎，这个咱们反正卖卖力气。对。啊，谁不卖力气，谁是小狗子。这话没错了。老爷生气了。这他生什么气呀、啊？老爷小名叫狗子。这谁能知道啊？就说是。嘿。哎，那年头做艺更难了。是吗？一般相声演员呢都是在道边上画个圈，这就说起来。哦，道边上说半天快要钱了，那边官来了。哦，看街地喊闲人闪开，大老爷过来喽，稀里糊涂全跑了。哦，这人都散了。官来了谁不怕？那么没有给钱的了，谁能跑出八里地给你送钱来？这话对呀、啊、嗯，就是这样的生活。嗯，平常还不能天天演。怎么？皇上家有忌日，
斋戒臣禁止娱乐。禁止娱乐怎么样？歇工。他有他的忌日，咱们说咱们的，唱咱们的，歇工干嘛？那年头专制就这个制度，我就得歇工。哎，皇上要死了你就更倒霉了啊。皇上死了有国服啊，就是皇上就死了。哎，那死了倒好了啊，那死了就死了吧。嗯、你倒蛮大方啊。死了就死了吧。嗯，那年头说这么句话有罪了，杀头。这怎么有罪了？清君之罪。怎么了？皇上死了不能说死。说什么？但有好的字眼形容他的死。那这死说什么？死了叫驾崩。驾崩。哎，这俩字怎么讲啊？驾崩啊。嗯，大概就是嫁出去把他崩了。嫁出去崩了啊。嗯嗯，反正是好字眼吧。哎，是好字眼啊。嗯，光绪34年，光绪皇上死了。嗯，死了。100天国服。哦，就是禁止娱乐，人人都得穿孝。那是啊，男人不准剃头。哦，妇女不准擦红粉。挂孝吗？不能穿红衣服。那是啊，梳头的头绳红的都得换蓝的。哦，干什么？穿孝吗？挂孝。家里房子那个柱子是红的，拿蓝颜色把它涂了。这房子也给他穿孝啊？那年头就这么专制。太厉害了。卖菜都受限制吗？卖菜受什么限制？卖茄子黄瓜韭菜这都行。哦，卖胡萝卜不行。胡萝卜怎么不行啊？红东西不准见。那他就那么长来的？你要卖也行啊。嗯，得做蓝套把它套起来。套上？我还没见有套上卖的呢。那年头吃辣椒都是青的，没有红的。谁家种辣椒一看红了摘下来刨坑埋了？不要。别埋啊，卖去啊。不够套钱。对了，那得多少套啊。嗯，那个商店挂个牌子底下有个红布条啊，红的换蓝的也得换蓝的。简直这么说吧，连酒糟鼻子吃红脸都不许出门。那可没办法，他这是皮肤的颜色呀，出门不行。嗯，我听我大爷说过啊，我大爷就是酒糟鼻子啊，鼻子是红的，出去买东西啊，看街的过来啪给一鞭子，哗，赶紧站住了。请大人安，你怎么回事？打完人问人怎么回事？没事没事，我去买东西。不知道国服吗？是的，您看，没剃头。哦，没问你那个，这鼻子什么色？嗯，这鼻子是红一点，红一点，它是圆了当，不是现弄的。有把鼻子弄红了的吗？不让出门。不让出门不行了，这我妈病着没人买东西啊。是啊，要出来也行。嗯，把鼻子染蓝了。染了？那怎么染？那没法染。就是啊，您弄蓝颜色把脸涂上。嗯，更不敢出去了。怎么成豆墩了？嗯，好吗？那年头吃开口饭的全歇工了。全歇了。很多艺人有名的艺术家改行了，做小买卖维持生活。改行了？嗯。那么您说一说都什么人改行了？唱大鼓的刘宝全唱的好不好？好啊。那年头不让唱。改行了？改行了。干嘛去了？卖粥。卖粥？北京的早点嘛，精米粥，砂锅熬的精米粥。哦，烧饼麻花煎饼果子，下街卖粥。哎，就在口上摆摊。瞧瞧。嗯，得会吆喝。就是啊，还得，哎，这真难。你说这吆喝就不容易。是吗？艺术家他哪会吆喝？不会啊。你想这些日子因为禁止娱乐，嗯，嗓子都不敢溜。嗯，借这机会溜溜嗓子。干什么？自个儿会编词儿啊，把所卖的东西看了一下，编了几句词儿，合辙押韵。嗯，吆喝出来跟唱大鼓完全一样。是啊。嗯，唱大鼓他得有鼓啊。这不有这砂锅呢吗？哦，砂锅就当鼓。哎，打鼓的这个鼓键子没有，有勺。那么这古板呢？没板，拿套烧饼果子。哎，他倒会对付。一和了这粥，嗯，当咕隆咚一根隆的咚，当一个隆隆的咚，当当咕隆咚一根隆咚一根隆的咚，吊炉烧饼边有圆，那油炸的麻花脆又。甜，精米粥煎麦俩子儿一碗，
煎饼大小你了看看，煎卖三天不为是把钱赚，所谓是传名啊，我的名字叫刘宝全呐，嘣起不隆哗啦，嗯，怎么了？砂锅碎了，锅碎了，要怎么说外行干什么也不行，这被生活挤兑的吗？是啊，嗯，唱京戏的也有改行的，哪位啊？唱老旦的龚云甫，哦，龚云甫，老旦唱的最好，是啊。听说拿手戏也是玉后龙袍，不错呀。后台一叫板，苦啊，就这句，这是可堂的彩声，真好听嘛。那年头不让唱了，也改行了，卖菜去了，卖青菜去了。嗯，哎呀，那可不容易，是吗？同样说，您得有那么大力气呀、啊。哎，是不是？过去北京卖菜的都讲单挑啊，单这一副挑啊，二三百斤菜。对，走起来这个人得精神，是吗？不但人精神，连菜都得精神。菜怎么还精神呢？哎，内行卖菜吗？嗯，先到水井那儿上足了水，哦，泥土冲下去，是的。上足了水，你看那个菜它精神啊、嗯，那韭菜多细呀、啊，一捆儿，啪往那儿一戳，嗯，你看韭菜那像，嘿嘿，倍儿挺。你不信，晒它俩钟头，嗯，全趴下了。那可不，鲜鱼水菜嘛，嗯嗯。卖菜的还得会吆喝，那是啊，北京这个卖菜的那吆喝出来跟唱歌一样啊，很那好听。是啊，十几样二十几样一口气吆喝出来，您瞧一瞧怎么吆喝，吆喝出这味儿啊。香菜拉青菜，狗葱嫩青菜来，扁豆切个黄瓜加冬瓜，买大海茄，买萝卜胡萝卜变萝卜，嫩了芽的香椿味，穗里好韭菜呀。哎，吆喝的好听，这玩意儿外行哪干得了？是啊，龚云甫是位艺术家。对呀、啊，老旦唱得好。嗯，干这不行，外行没办法，弄块挑子买了几样菜。哦，走在街上迈着台步，怎么还带着身段呢？习惯了。哦，溜了半天没开张，怎么会没人买呢？人家不知道他给谁送去，原因是什么呢？他不吆喝，那哪开得了张啊？他一想，我得吆喝吆喝。那是啊，自己也会编词儿。哦，一看所卖的菜啊，编了几句。哦，吆喝出来跟他唱戏一样。您瞧一瞧，哎，嗯，抬抬抬嘞抬嘞抬，还带着家伙呢。走道的都奇怪了，卖菜的怎么要开戏？是吗？吆喝出来好听。怎么吆喝的？香菜、芹菜啦，青椒、茄子、扁豆、论蒜苗，好大的黄瓜，你们谁要？一锅铜子拿两条，还真没有这么吆喝的呢。真出了一买主。哦，开张了。出了一老太太买黄瓜。啊、嗯，买黄瓜的过来，买两条。嗯，他一想，买两条黄瓜能赚多少钱呢？那也得卖给人家，总算开个张吧。对呀、啊，北京这老太太买黄瓜麻烦。怎么？不是给完钱拿起就走。嗯，他得尝尝。掐一块搁嘴里头，他干嘛尝尝啊？不甜他不要。哦，过来买两条啊。哎，把挑挑过来，嗯，往这一放，嗯，他一扶这个肩膀，这个疼啊，压的嘛。他想起那个叫板来了，哪一句啊？哎，苦啊！老太太误会了。怎么？黄瓜苦的不要了。哎，好容易出了个买主，这下子又吹了。还有一位唱花脸的也改行了。哪位啊？金少山。哦，那花脸可好，唱得好。哎，嗓筒也好，架子也好。是啊，那年头不让唱，改行了。他干嘛去了？卖西瓜。卖西瓜。嗯，那个卖整个的。门口摆摊。摆摊是卖零块。哎，
人家常年做小买卖的有这套家具。是啊，手推车，哎，往这儿这么一顶，对，上边烫好了板子，哎，铺块蓝布，拿凉水把它烧湿了，瞅这么干净，草圈把西瓜码起来，哎，你看着就凉快。是啊，切西瓜刀一尺多长，对，二寸多宽，哎，切开这个西瓜一看，脆沙瓤，嗯，先卖半个，上边搁半个做广告。哦，那你走那一瞧，和这西瓜好啊，嗯，吃凉快。哎，切开这西瓜一瞧，生了，塞下子，那就不要了。天黑以后才卖那个。嘿，哦，蒙人呐，拿把扇子总得轰着苍蝇，怕苍蝇松。吃嘞白脑块嘞，哎，啥的你的口味你添了两个大嘞，吃嘞白脑块唱啊，哎，就这么吆喝，这是内行。哎，这位唱花脸的、啊、外行啊，就这位金少山先生做小买卖不行啊。是吗？门口买了八个西瓜，哦，把家里铺板搬出来摆摊，刀呢？就是家里用的切菜刀，切菜刀切西瓜，哎，切出来有块大有块小，那不会切呀、啊，应该卖完一个再切一个啊。是啊，他一块八个全宰了，他倒急性子，唱花脸的架子，嗯，攥着切菜刀往那一站，看着西瓜这样，嗯，走路的人都不敢过去了，是瘆人，走他跟前吓一跳，嗯。这位愣住了，怎么回事？嗯，卖西瓜的要跟谁玩命？攥刀直瞪眼，绕着点走吧。怎么着？绕着走了？没事的人老远就看着他。嗯，这怎么回事？他跟谁？不知道。他跟前没人。是啊，大概是对门的。嗯，这位还胡琢磨。他站那这么一看，嗯，老远好几十人，嗯，怎么不过来吃啊？过来吃，你那样谁敢过去？说的是呢，他想啊，他们爱听我的唱啊，怎么样？我给他们唱几句，他们就吃了。唱，可是卖西瓜的词儿啊，一叫板是这样。怎么样？嗯，这叫板呢？咱往后点吧，躲开吧。我的西瓜在沙塘，真正是寒阳脆沙瓤，一字一块。不要慌，你们要不信，请尝尝，你们吃啊，吃，全给吓跑了，那还不跑。